不要看我后面，过来，那个8000多了。我的天哪，好漂亮！快快快快快，拿去拿吃东西了。呀、yeah, ，塞嘴里了，这一下塞嘴里了。塞嘴里了。下边表气，不要看我这边气。香槟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来了，再给一个。香槟，给香槟吃一个。给香槟吃一个。哎，香槟太帅了。你看他俩，你看他俩，你看他俩。吃自己的还砍人家的。豆豆，你喜欢哪一只啊？始终漂亮一点。嗯。那个毛发长得好。不，始终那个脸比较胖。哎，圆。嗯、哪边的周边那个毛漂亮一点？我是喜欢左边这个，啊，左边那个长得圆，啊，圆咕隆咚的，对。面上，你们吃完了吗？不想那个是。啊，罗凤。哪个的？窝头。窝头。啊。第二是一对吗？两只雌性哈。两只雌性。那谁？苏龙。苏龙。苏龙。谁来个去？苏龙。苏龙哈。您不要喊嘛，不要喊。谁来个去？你看到我，哎，什么技术了？也把跑不到。香槟还摘不起来哇？嗯。他用一只脚把它撑着，不然那要抢。把它顶着嘛，还有他那啥，要抢。谁抢我的？哦，老口脸上面吃了。今天没正好去吃吗？没了。再扔个苹果吗？饭后才给水果。这个是点心。那苹果咋分呀？你看那个还挺灵活的啊，抓着那个，那个，对，爪子就进化成就像人的手一样的，六根手指。哦，它六根啊。爸，这内层骨骼。那根不是叫手指，是它的一块骨头，但是演化成就像人的那个大拇指一样。太可爱了。快塞嘴里。哎呀，苹果来喽。大熊猫。来，你这下吃完啊。哎，这两只熊猫还好，它们不抢东西。哎，两个不互相抢着打。好吃。把它蹬开，让它蹬开。啊，那叫玩疯的。喂。猫可好远啊！我马上给你看，我马上给你看。反正每天两个，吃了就没了。还有有人来收着的吗？保持倒霉。好嘛，好，马上到的。他那个掉了很多渣，掉在腹部和手上，太甜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我们不浪费粮食。怪不得刚才这俩突然站起来往这边走来了，看见饲养员了，远远看见饲养员。还帮着别人舔。啊帮着抢人家渣。他是馋的了，他自己的吃够了没了，吃人家身上的去了。好可爱。哎，香槟还有半个苹果，太哥。哪个帮你？一会找你了。还帮人家舔喂。苏荣，你的吃过了的嘛？哎，香槟站不起来。是啊。这说的破财呀！那个香槟站不起来啊，站不起来。你晓得还没长长。来，来香槟，香槟。这可还给香槟了。你看嘛，看嘛，站不起来。要不然熊长得胖乎乎的。哎，这两只熊猫不胖吗？好看。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别交，就这点恼火。1999要不然我帮你买个吗？可以了嘛。触摸屏500万相机，一机的紫色机。嗯，可以了。就来了，准备了，就准备了，最后看护看护多少钱呢？如果是三店头买的话，小些吧。我同朋友买的。嗯。来，这香槟给起。啊，香槟。喂，主动边边是躺下不给他吃，可以把他引走，然后马上调过来。啊。他紧的是要看不到。啊。没了哈，没了哈，吃完就没了哈，不给吃了。